啊，安心你怎么家，受伤了？怎么了？你说种花那个是小雨种的，那个应该是树。其实我们住真的还蛮远的，很远啊，地狱也要走那么久。哦，原来叫磨粉机哦。嗯，谢谢幻松牛排。我还没给他动力。我这边有，我这边已经有启动的了。哦，怎么了？没有啊，因为我看今天看到一些东西要磨成粉。对啊，我这边有啊。然后我又忘记什么东西要磨成粉了。哦，老人好、哦、老人记忆力。我是要做那个经验值储存罐。哦，对啦。对啦，这里也是要做一样的东西吗？我经验值很多啊，不知道怎么办啊。哦，要磨粉可以来我家，我家已经有粉碎机了。那去雨月那边。招架没有啦，不能招架。招架，好啊，招架来啊！那我就说原始的招架。地狱是这样。白痴哦、喔！七乘以七，九乘以九。先把核心做上去好了。来啊，哎、欸，你射我。嗯，这个你这样也有尖刺吧？黑曜石，钻石黑曜石。哦，好痛！我不能格挡哎、欸。哎呦，血量怎么了？我刚刚被弹了一下。黑曜石，我看一下刚刚损多少。好了，先回本吧。好啊。然后铁锭。好。两颗。这个。嗯。对吧？把水壶给拿出来。走吧，木头坏了。啊，那很好修啊。那很好修，这超好，这木头而已，很好修。你是云月家吧？然后我把这把刀啊用了修复台子小家，然后嘞，就看他会不会修的比较快一点啊。他就是修复台前意思是他会把你放这边，你放这边。我说不是可以储存经验吗？对啊，你放进去，他右边就有个容纳哦。你现在有88等啊？啊，这小家有看到吗？他有88等的经验啊。他会慢慢回复88的意思吧？耐久吗？对。反正你就是一直砍怪就对，有经验就会一直回啊。嗯，好，继续洒水。哇，这样感觉那个斩首石啊，拿中介珍珠很好拿。中介珍珠？嗯，这是斩首，不是掠夺哎、欸。可是你刚刚我看那个效果，他有说中介珍珠会掉比较多哎、欸。有吗？你应该是有掠，你有加青金石吗？没有啊。我的斩首每集增加10%掉头概率、欸，哎，他写增加多一点的真界不是中介珍珠与黑曜石，真界中珠增加。哦，你是看书吗？哦，好，对不起，我看错了，你白痴。哦，我想说他跟我说增加哦哦，每一集增要增加他吧？嗯，你为什么要看错？你为什么要骗人？为什么要看错？就一定要多种一点这种种子。嗯，多种一些，多种一些可以。多种多种。可惜你那边有那个金氏蓝色史莱姆的树苗吗？金氏没有。那个很稀有哎、欸。可以前世吗？好像有。有那种金丝，有啊，可是那要蓝色的史莱姆岛才有啊。嗯，好，你来 YT 看啊。来来来，刚刚你说要去音乐家对不对？哦，对哦，副手还有。啊，我没拿材料啊。还有在干嘛？做那个什么经验值储存哦，要磨粉哦。我刚刚他把安德因去掉。金。什么金什么值？对啊，储存罐啊。哦哦哦啊啊！忘记修稿子了。哦，耐酸铝。
哇，我的头可以变大哎、欸！你的头可以变大？那他现在大头针路啊，他现在大头针。哪一个储存罐吗？异化器。1、2、3、4、5、10、5存。Go。他叫什么名字啊？什么经验方什么的？方尖碑吗？经验方，好像是。幼儿台。这里，我这是合家观赏台啊，是他们都很奇怪啊、哦。我也是合家观赏台啊。哦，我这也是合家观赏啊。我是要大人陪同一起看，这样感情才会好。这样问问题就有爸妈他们在说什么。哎、欸，可是需要潜影珍珠哎，怎么获得？他说珍珠贝，潜影贝。潜影贝。对啊。不是经验方尖碑吧？你们到底要做什么？就纯经验的啊。纯经验的。对啊，你今天不是有跟我昨天跟我聊那个纯经验的东西？啊、哦。对啊，合家观赏啊，有意见吗？怎么了吗？哇，这个不是团团家吧？对，团团家。所以现在地狱门有连到我家吗？还是还没有？你可以唱歌吗？你唱歌啊，你不要打字就好了。杰克有带盖地狱门吗？有啊，我第一个盖的。你忘记了吗？好像没有人连。没人连上去。不是你要讲啊，我怎么知道你要连啊？哇哦，经验固化器啦，我气死。你要有进化固有这个东西啊，可以把经验值提出来啊。应该是吧，变成固化经验啊，就是我们的那个方方的车票、哦，可以哦，对啊，那这样就不会我们死掉的时候还就平常可以存经验值了，对啊，哦，哦，有这东西要怎么做？就是要什么充能钻石啊，有的没的啊，充能钻石该不会是工业的东西吧？钻石水，哎呀，大家冷静一下。管理员等生气啦，你们不要让管理员生气啊，千万别让管理员不高兴。哎、欸，我不会背你们啦、啊、管理员会把你全部处理掉啊。哎呀，不要让管理员生气啊。其实所有液体储存器都可以存经验值。啊，是啊，用 XP 什么 DRAIN 就可以储存液体。用 XP， 可是我们是 Win 死哎。XP。好哦，叉 P 是经验的意思啊。A I N， 我操 ，T R A I N 是什么？彩虹咖喱，奏波清理海绵。我觉得彩虹咖喱蛮好做的、欸。我打叉 P 为什么什么都没出现？对啊，是不是不同版？还是被翻译了吧？可能被翻译了吧。哎、欸，要看是什么模组。你不能强迫我的管理员去理你哦，你可以自己去唱歌，但是不要打字出来哦。你这样子，我要让你去冷静了哦，去反省。去反省。配方是铁栅栏摆满。咦？铁栅栏摆满，你可以不知道有没有加进来了，要看呐、啊。对啊，版本有一样吗？铁栅栏。摆满哦，要弄什么？莫德冷静不是莫德冷不冷静的问题啊，是你们讲话的问题啊。没有，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叫经验地漏，是九个还是八个啊？九个，哦，那可以储存了。嗯，我现在在找这个，但找都不知道它叫什么。哦，哦，叫 open block open block 的东西呢？充能钻石很难做，好吧，很难做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偷车票，
回家。然后现在需要铁栅栏，他知道怎么用啊？精华锭，我记得好像要放个罐子还是什么的，在他的底下。是我还是要先做初级精华锭，然后再升上去。然后就把你的经验抽走。是，一二三四。为什么我放了四个，然后它只有显示一个啊？哦，有了，出来了。哦，放心。哎、欸，有了。怎么样？你过来。哦哟，有嘴巴不用，我家没有经验值啊。等下我去，哎，有一等而已。好，来了。建筑棒棒的时候不会用啊，这个这样怎么？在哪里？这里，这里。来偷几个，有车票。加加加。干你啦！我在用车票啦。哎，哪里？这里。你没看到我吗？哪里呀、啊？地狱门，地狱门，地狱门，走过来。没看到你啊。这边，你这没看到我？你这没看到我？杰克吗？在哪里呀、啊？痛死了！啊？没看到我？没看到你呀、啊？你重登吧。你哦。你重登吧，这样比较快啊。一种是用模组 pick， 可以直接右键取出，或是用他的模组莲蓬头把经验流出来。莲蓬头，莲蓬头，下面要放桶子。哎呦，我们好玩。可以洗澡吗？用经验沐浴。啊，那我们常做啊，我们常撒经验瓶在地上啊。有了啦，好了，这里站上去，哎、啊，这个不就是那个吗？那就是经验值啊！你是想抽我经验啊？啊，要怎么把它领出来？固化器是，经验固化器。我记得有另一种啦，其实不是这样用的，我只是刚刚测试，是不是有任何的能装液体都可以？我那边有啊，我有一个很简单的装液体的道具。什么东西？我看一下，它叫什么什么什么？有经验装瓶器耶。我看一下，可能它就是要变成经验瓶的啊。水槽，它就叫水槽。水槽。先用下面，这样帮忙用上面，应该可以吧？水槽找到好多、哦。这种够地方什么？蓄水槽吗？要储水槽吧？哎、啊，蓄水槽、嗯。我是用蓄水槽，这还蛮好做的。哦，好啊，玻璃片吗？是四个黑曜石，五个玻璃片那个吗？四个黑曜石，五个玻璃。对啊，我是用那个啊。好啊。你家有玻璃片吗？我家有玻璃啊。我来锤一下。没有，我想说有的话就顺便啦、啊，因为哦有啊，多做的话又很浪费。我、哦、这边有啊，片还是玻璃都有。你白痴，我是要玻璃片不是吗？玻璃片、啊、还是我看错了，是玻璃片啊。我要看杰克耍呆啊。哎、欸，没了，有两个玻璃片啊。哦，玻璃片。杰克，你还好吗？还行。杰克在卖萌。没有。杰克猫。杰克猫。啊，没黑曜石，这个在哪里？我这里有。啊、这右边箱子吧。在我身上有四颗黑曜石。算了，我带回去啊！我看你都快没材料，我走。你在干嘛？你在刻经验，然后成绩？哎，这颜色好荧光，不行，好恶心。怎么了？然后他就可以右键拿出来啊！哦！等一下我呛到了，被口水呛到了。回家回家，那我要在那边，我要在那个底下放这个。哎、欸，可以，感觉可以多做哎、欸。
写魔法的东西没有，这不是写魔法的东西，这个是植物魔法植物的东西。哎，它是魔法植物。因为你家真的很远哎、欸，还好啦，最边缘那种哎、欸。你害我的心破了一个洞。我觉得你需要冷静了哦。那你先破个洞，拿针缝起来啊。拿针缝起来。哇，你心漏洞，天哪，还不看医生？真的，你可能要去医生那个手术刀弄一弄，缝一缝哦。嗯。嘿，我的心破洞没对称，医生。再多戳一个洞。哇，没事，我很好。你没事，你会活得好好的。我很好，没事，我还活得好好的。好，你还活得好好的。啊，我改天要把我的神怪这边、神怪塔这边，好。甜甜圈也是破个洞，你可以把它填起来啊。甜甜圈，它就不是甜甜圈，它就变成普通的面包了。菠萝面包。对啊，菠萝面包，菠萝，菠萝，菠萝面包。嗯，第一次看台，欢迎。哎，第一次看台还是要冷静哦，不是说你第一次看台就有免责权哦。哎，我第一次看台，可以把经验存到。好啊，请问巧克力在吗？大的，先把你变掉。对吧？啊，第一次看台，请问巧克力在吗？请问，那 Moco 什么时候开台？然后你就没办法再讲第二句话。什么意思？也可以把经验存到大的容器里，再把容易倒到一个水槽。哦，你是说先集中在一个大的吗？你要用导管导进去吧。请问在 我第一次来，请问阿神在吗？就有需要再导出来这样吗？那我可以先做啊，之后再先把这边等改装好吧，因为我这边。麻烦哦，泥鳅不是蚯蚓，蚯蚓死掉啦、啊，蚯蚓死光了哦。对啊，它有时效性的。哦，它可以一起哦，哦，可以一起哦，它可以变成很大一个关机哦。哦，哦，哎，哎。这惊艳的颜色真的让我会迷眼睛耶，太亮了吗？巨水槽可以多做一点，它连在一起增加容量。好，我感受到了，然后再配上这个东西，我就可以挂在这边一直刷经验了。就那个啊，我说会自动死掉，然后。它超大量材料，就跟你们刚刚玩阴阳师一样。嗯哼，它就是木头要三格做成一个石头用的，石头又要三格做一个铁用的，铁要三格做一个黄金用的，好麻烦哦。所以我昨天两组原木就这样直接没有了。我两组原木，你还要原木吗？我还有很多。哎、欸，不需要啦。我可以给你很多。哎、欸，你可以做做看，你可以做好再给我啦。我不会做，所以我给你。我教你，你不会我教你。就像你会喜欢我吗？不会，不会，我可以教你啊。你可以看看呐、啊，它叫那个，哎、欸，尖刺的刺，刺方块就可以找到了。刺方。它有很多版本，它可以升上去。身上去就是死掉后会给金，又可以掉落物。哦，这个哦，哇，那我挂在这边就好了，真棒。啊，哦，还要最后还有钻石版本哦。对，我不敢做。这不要带白目。来哦，我是可以杀人的哦。钻石版本其实还好吧，它就一颗。一颗钻石砖，然后再加三把钻剑。不是啦，你要想一下前置啊。哦。他要三个金的上去，然后三个金的前面要一个九个铁的上去。紫色这是创造，是做不出来吧？哎、欸，走，紫色、欸、可以哎、欸，紫色可以做哎、欸。
创造版本的、欸、红边或下面蓄水槽跟经验肉。有啊有啊，我就这样子啊，因为这个是会自己掉经验下来的啊。看一下、哦、还有什么？别人断了不用跟我说了，他自己有反应。哎、欸，他断了没感觉是他的事情。对，他断了没感觉，可能要看医生的、哦。怪物受伤了。看我这样子就挂着吸经验就好了。嗯，不好。你们跟我讲说哈气断了，他知道，他已经知道了。嗯，跟我讲没有用。除非我出去大喊哈气断线啦，哈气你断啦。我再粘起来了，我再粘起来了，再粘了，再粘了，再粘了。你跟我们讲，我也不能把它接回去啊，对不对？三乘三会很好看，好，我去做。不好看，我会生气哦。水壶要做最高的，对，我今天打算做最好的水壶，它需要很多东西。有那种吸经验的漏斗，漏斗，我感觉今天好忙哦，都在各种学东西。吸经验漏斗是其他模组的吧？经验漏斗断了不是粘起来，不然怎么做缝吗？也是可以啊，你缝 你要缝也可以啊。哒哒，所以你缝起来了吗？我没断啊。一体漏斗、欸、哦，你没断哦。对啊对啊，是这个吗？一体漏斗吗？感觉没了啊。对啊，可能像云月说，像云月说的吧、啊、嗯，就是说像我说的哈记断了吗？哎、欸，经验漏斗应该是别的 mod 啊，虚空漏斗、啊、还是空虚漏斗？哦，虚空，虚空吧，空虚漏斗，好空虚哦，好空虚哦，这个哦，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好强哦，嗯，直接跟我讲配方怎么做，你们多宅呀、啊，出去走走啊。去走走啊，不要只顾着玩啊！真的，对啊，我们完事之后的事情，年轻就是要多、哦、走走啊。虽然玩也很重要啊。漏斗、啊、黑曜石、中介之影。繁星，你家那个什么在指路石上面的那一颗是怎么做的、啊？哎、欸，一个你对那个经验方块按 U 就知道了。四个羊毛、啊、一个方块，嘿。嗯嗯嗯。你要叫头文字 D 哦。我想说在地狱那边弄一个那个。感觉我显示聊天室，因为我发现这样聊天室好小，你们这样看得到字，我不相信。啊，我现在都没有在放聊天室了、欸。我本来也开始不太想放，可是有时候就是有时候观众打字很好笑，我又需要截出来。哦，就是放记录档的时候，他们会想要看一下记录档现在大家在讲什么样子。对，嗯哼，好像也是该放，可是有时候放了没荧幕没画面了，画面不够大、啊。我懂啊。都懂，嗯，哦，现在淀粉分解变两个哦。抱歉，我不小心好像做太多了，好吧。都懂，都懂，都懂。这题存进去。啊？哦，这云朵怎么刚刚靠近它，它会有爱心啊？啊，它会偶尔冒，它会那个一段时间冒爱心。Oh. 不是因为他对你有感觉，oh. 你不用紧张，会怕哦，吓死我！我想要是宠物之类的，哦，加薪三个，四个，好可爱的，可爱啊！像是高级，我是在小雨家看到有那一只，所以你就想看要怎么做。我不是想说哦，那应该是他 mod 要用的，就想说嗯，没有理他，然后发现，嗯、我想嗯，反正我经验那么多，看一下哦，原来不是这么一回事，原来只是，原来我玻璃片这么多，这怎么用、啊？样吗？就放在蓄水池上吗？哦，好多了吗？感觉七乘以七，九乘以九，要做到九乘以九啊，好久哦！天哪，可以在空漏斗旁边放个箱子就好，要设定就是档会哦。方向，我现在不用导管那些，我们还没研究那些东西，嘿呀、啊。嗯，默默呢？这样吗？嗯嗯。
然后嘞，站上去吗？它会慢慢吸引周围的物品跟经验进去，所以你要有一个漏斗专门去导经验跟另外一个漏斗导物品。哦，好，你看一下数字键的九宫格，虚空漏斗要放哪个位置？虚空漏斗，你的东西，你要收集的东西在哪里啊？没有啊。虚空漏斗会把东西全部慢慢吸过去啊，所以你放在你一个箱子旁边，或是你的水可以吸水的旁边就好啦。哦，要点开它哦。好，经验呢？给我经验。哦，所以不用这个嘛？只可以种下级的吗？对，只可以种下级的，它采收都是下级的。就算是种到最高等级的种子，在哪里啊？这边？哦，不是。框框空腔。我发生什么事？温柔优美。是这样吗？对，就算做到这个最高等级的种子啊，它一样是给初级的精华，只是它也是给比较多而已。就一级的一次给一个，二级的给两个，三级的一次可以给三个，这样以此类推。那我根本不知道。是牛，我靠！牛？没事。哦、我在找羊。哦，你是看它白色的？不好说。然后它转头对你摸。有那个漏斗，加上尖刺，不好说。创可。你们出去要找生物的时候，记得带那个黄金套索。那什么东西？那个是可以把生物圈回家的东西。直接把它圈，不，直接把它圈到你的背包里面。我今天在跟音乐聊啊。黄金套索。套索。哦。这样就可以轻松的把兔子带回家了。记得要出去找什么生物的时候要带着。点击后预设都是正面，最大问题是没有真的，右键确认方向，点击经验品调整方向。我要这些精华做什么？你刚刚都有看台啊，就知道我要做什么啦、啊。我要做最大的水壶哦、啊，这个、啊、是这个吗？我要做这个。啊，那个套索是可以重复使用，还是就是一次一个？重复。地狱之心。哦，像这样子吗？啊，地狱之心。还我啊！钻石钻，带一个就好了。耶、yeah ！你只要缺，你只要带一只的话，就去带一个就好啦。我说带，如果带两只，就带两个。当然啦，它就是像神奇宝贝球啦。哦。哇，这好方便哦。那它需要经验值哦。合成就需要经验值出来。八等啊，你不用怕、啊，经验有我啊。我有，这里有。现在变多很多了，不是吗？所以我旁边要放个箱子放物品。这漏斗唯一缺点就是你会忘了箱子满了，真的。下集我有点感受到了，不是那个下集、啊，请看下集精华。看下集精华哦。像这样嘛，然后这边只使用金属，这样子。哎，我怎么没有漏？九，像这样吗？模组的东西都很复杂，比较大的模组的东西都会比较复杂一点啦、啊。哇塞，他完全把我经验都吸走，也好好玩。你不要玩经验、啊。那这样子我就真的可以做那个了。就物资塔，就它可以一直涌动，玩家不在也可以继续那个使用的啊，就不怕囤怪了。套手除了套动物以外，可以套其他东西吗？你想套谁？套老婆？生物都行。所以有怪物行吗？我记得应该可以吧，你可以套上看。那这，你想干嘛？你直接说。你想套谁？想套谁？没有啦，我怎么会想套什么东西嘞？你可以试看，我记得是可以的。那有可能是我记错了，你可以试看。
愉悦怎么可能会错呢？会啦，不会啦。他是云月，怎么会错？对呀、啊，然后他一套，然后一套套不起来，错了。爆云月哦，哦，可不可以对玩家套不起来啦？那个玩家叫他那个荧幕变黑这样子，在那边大叫救命啊！啊哦，那个啦，生物怪物的要另一种，有人说怪物另一种，你是说背包嘛，对不对？是说那个黄金套索，不是你刚刚说生物的是另外一个，哈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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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等下去玩给你看。好。啊，我的木元素太多了，你们要不要啦？太多了啦！我等下就缺元那个精华了啦。缺什么精华？下一集精华啊！对啊，可以啊，下一集精华，等一下你拿水壶自己撒自己拿，你还可以拿到一堆木精华跟铁精华。我就留给你。我等一下是到处发木头了，跟你讲。放个创可什么 L E A D 呀、啊？是什么？创 load 吗？对。创 load 就是在那个区域，现在不是玩家在附近，他附近才会读取吗？对。如果你放创 load 的话，就是那个机器附近也会，他会读取，哦、就玩家不需要在附近了。好，嗯、我要放那个。哎、欸，哈基，看到了。这模组有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在哪里？啊，我在工作台旁边啊。难道我要重登吗？肥料精华可以做什么？有，肥料精华就是我们做水壶的时候会用到啊，这个啊，肥料精华。不建议在多人使用，伺服器会不合。伺服器如果等于多一个人站在那边的感觉了。对啊，他就一直站在那边。你们知道为什么不在黄金尖刺下放吗？因为我需要打怪，我要打怪练武器。黄金套索很像可以做飞行戒指，飞行戒指很贵、欸，很贵。我今天看一下材料，那很难做、欸、我也想飞 啊。这个吧，你们说是 H1 Unity 的飞行戒指吧？那个超贵的哎、欸。在哪里啊？在这里，这个天使环戒指，一定要玩家在那边挂才挂得到。是哦，没关系啊，反正我那边也只是抓武器用的，抓等级。什么东西啊？共鸣水晶，共鸣水晶可以从那个杰克那边拿。末影之心，末影之心要怎么做？哎、欸，阿纪哦，哎、欸，在那里？我在外面栅栏这边，可以栅栏。可以耶，两只鸟了耶。该怎么炸？你在哪里走？出去左边、右边？甘蔗旁边。为什么你这边那么多小精灵啊？不知道、啊。会打人吗、欸？可不可以抓小精灵啊？他会打人吗？我目前都不会，没被打过。黄金套索，鸡翅膀套索。他不能套，他不能套。哎、欸，哈基，我看不到你耶。啊？又看不到人啊？听到声音，看不到人。啊，重生！伺服器常常会这样子，让我抓，抓不到。你抓什么？哎、欸，我抓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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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精灵吗？我头在飞，头在亮。好，什么东西？你等下进来就知道了。好哦。以后会连救林业吗？应该不会吧，林业很麻烦哎、欸。而且林业基本上就是在发呆等他们配种。不会打人的用黑色套索才抓得到。哦，不会打人是会打人的，可是不会打人。可是牛不会打人，可他抓得到啊。对啊，应该说黑色套索是会打人的吧？为什么你旁边这个湖，哇，住着小精灵哎，好棒哦！是不是？嗯，你不要砍到这边哎、欸！嗨，
还在 loading。